局的正分，交换两好手，标豪拿下了中继前锋，最后退场。曹操目前是要针对了左外野这次的接近外球来申请电视辅助判决，而且现场准备我们稍后。好。目前是要针对了左外野这次的接近外球来申请电视辅助判决，而且现场准备我们稍后。